颁发龙腾虎耀奖，潘志豪同学。啊，这个奖项是王启敏议员提供哈，那我们是不是请吴村长？吴村长来给我们颁证哈，谢谢吴村长。好，请村长跟我们志豪爸爸妈妈合照一下，赶快叫志豪家人。哎，他爸爸还是要来。志胜，来，志胜，跟哥哥。大家好，我要感谢这六年来教过我的老师，特别是李老师，因为我功课不会的时候，他常常会把我教到懂。再来要谢谢父母，一有空就带我们出去玩，或跟我们聊聊天。最后要谢谢陪我这六年来的朋友，当我遇到困难时，他们总会一起帮我解决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志豪。志豪每天啊都为我们做很多服务，真的很感谢他的服务精神。